今天我们来看这部户外不锈钢过滤器，我们将为这部过滤器进行砂石更换和清洗服务。首先关闭水源，然后松开管喉，这样就可以将过滤器移出。接着逆时间旋转过滤器阀头，将其松开并取出。然后我们需要将不锈钢桶内的旧砂石导出，先准备一个接砂的托盘和垫片，将过滤器放倒，接着使用一根水管将水管放入不锈钢桶内，打开水源将旧的砂石冲出来。冲出来的一块块肮脏物体，相信已经很久没有更换过滤芯了吧。我们已经放了两大盘旧的砂石，相当肮脏。然后冲洗过滤器的中心管喉，确保管喉内没有残留砂石，以免影响水压。同时彻底清洗不锈钢机身和内壁，确保内壁完全干净。接着将中心管喉放回原位，准备开始导砂环节。然后到这个是右砂，右砂会放比较多，这个右砂是玻璃的。然后最后一种它是那个卡顿，这一种是卡顿的。然后还原过滤器，接回所有管喉。我们还要将旧的砂石打包带走，确保现场清洁。最后就是检查我们拆过的管喉有没有漏水，如果没有漏水，就可以放水试机了。感谢你的收看。